咪咪虾条，吃过这个的应该都二胎了吧？个位数，到手这么一大包，里面貌似是有20小包。没想到物价涨了这么多，这个咪咪还是一如既往的便宜。我买的是虾味的，貌似还有一个蟹味。一包里面有这么多，都是这种小棍子，小时候吃的时候都是一根一根吃的，现在有钱了可以三根三根吃，或者是一把一把吃，香香脆脆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这么便宜的价格应该不用多说了吧，速度屯